咱们拿到车里面试一下，给大家看看新车回来的这个迪士尼的这种加湿香薰这个效果。它是有个音乐律动的这个功能，就是跟着这个节奏，相当于一个声控模式。大家能看到这个效果吧？就是跟咱们这个音乐这个节奏，它这个底下这个灯，包括这个喷雾，就是联动的。这个喷雾量还是非常大的啊，而且放到咱们车里面这个杯架这儿是正好，可以车里用，然后也可以家里、卧室啊、客厅都能用。放几滴这个香薰精油，可以起到一边加湿，然后一边有这个香薰的这个作用，效果是非常好啊。重点是咱们这个实体派收回来，我感觉是非常简陋，其他品牌全部都要三四十块呢。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小的简陋，今天咱们上新一款小东西。十几块收过来的，这个一共五种款式，迪士尼的这个车载也可以家用的加湿香薰器，它是有三个样式，然后有插电的，还有充电的，反正是一共分五款，全部都有这个雷射的这个防伪标，原箱原件全新的，给大家看一下，它一共是有三个图案，有米奇的，还有那个维尼小熊，包括草莓熊，都是一些迪士尼的那种动漫动画片的那种人物。现在咱们每个样式拿到办公室，详细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外观样式，包括怎么使用。好，一共是有五款，每个都拆开给大家看一下，有充电的，还有这个插电的。最左边这三种图案，维尼小熊、米奇还有草莓熊的，这个都是充电的，然后有这个音乐律动的这个功能，就相当于顶配的。后边是有这个开关键，包括充电是最新的 Type C 接口，给大家看一下啊， C 口充电，然后这个按键是直接一按的话就是持续喷雾状态，这个同样也是。这三种的话全部都是可以充电，然后也可以插电，有这个音乐律动这个模式。然后粉色这个是刚倒了点水，所以说这个喷雾是有点小，正常是应该泡一下那里面那个滤芯，它这个喷雾就比较大。然后这个白色的是最基础款，也不能充电，只能插电使用，而且是没有那个音乐律动的那个功能，就是普通的一个加湿香薰器，没有其他的功能。然后这个的话是插电版，就是只可以插电使用，有这个音乐律动的这个功能。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啊，本身这个数量呢是不多，但是这个配置呢倒是不少。反正十几块的这种小东西就是搞着玩，里面还得有这个说明书，说明书里面介绍的是非常详细，这个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后边这个按键的话，单击就是持续喷雾，四小时自动关闭，然后再次单击的话是间歇式喷雾，八小时关闭，再按第三下的话就是音乐律动模式，还可以长按打开那个氛围灯。后边的话是有这个故障排除这个方法，比如说不出雾啊，或者雾气小啊，这个棉芯儿未湿透，刚才咱们那个粉色的就是雾量比较小嘛，就正常泡一会儿就可以了。还有它是使用这个自来水或者是矿泉水，不用那个桶装水纯净水啊，就是直接接家里面的水就能用。看现在这个粉色的这个出雾量已经正常了，很大了是吧，就是泡一会儿的话就可以。大家收到货以后直接倒进水，然后可能感觉这个雾气小，不要着急，等一会儿它这个里面那个棉芯儿湿透以后它就正常了。然后按照那个说明书的说明，长按后边这个按键就可以打开那个氛围灯，当个小夜灯使用也没有问题。长按第一次的话是黄色的灯光，再次长按的话就是这个七彩灯光，它会自动的变换颜色。然后单击的话，第二次单击就是间歇式喷雾。总结一下，反正这个按键不就是单击就是双击是吧，就单击一次是持续喷雾，然后再单击的话就是间歇喷雾，它就喷一下停一下，喷一下停一下，再按一下的话就是音乐律动模式，就是咱们拍桌子，只要是有点声音的话，它就会跟着这个声音喷雾，包括这个灯光也会变化。这个放到车上或者是没事听着歌是吧，这个比较有氛围，我感觉还行啊，毕竟咱们十几块收过来的是吧，这个东西肯定是妥妥的捡漏，查一下其他平台全部都要三四十块，配件全部都是齐全的，全新的，十几块带着这个充电线什么的，说句难听的是吧，这个单独一个线也得值个七八块是吧。大家看一下能不能用得上，这
这个车上啊，或者是家里面卧室、客厅，就是里面放点香薰的精油，当个香薰加湿器，这个是非常好用的。像这种精油，之前咱们收过那个香薰是吧？里面带的这种精油，直接滴里面，滴个两三滴就可以。咱们重申一下，这个精油呢不是里面带的，是我之前收的那种，它里面本身就是机器，没有这个精油，这个需要某宝自己搞一下，是吧？这个喷一会儿的话，整个屋里面都是飘香的，香味很浓，很好闻。好，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大家看一下咱们十几块收过来的这个迪士尼的这种香薰加湿器怎么样？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关注一下李小璐捡漏，后期有更多更好玩、更便宜的东西，我会分享给大家。拜拜，我们下期见。